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，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。哎，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因为我这个生物钟反了嘛，然后今天出差到现在没有调整过来，就导致我一夜没有睡觉。我现在是在机场啊，离飞机起飞还有半个小时，刚买了一个早餐。加拿大人的这个 traditional 的文化啊 ，Tim Horton。那我这次是要去温哥华帮别人拍一个车的视频。那他本来是打算开尼桑 GTR 的，然后出了一点问题，然后又打算开他自己的法拉利488。那最后前天终于决定下来，我们是这次会开奔驰的 AMG GTR。那这台车我是没有开过的，零百是3.5秒，577匹的马力。那我们开到班服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会拍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。那，哎，真的太困了，我先吃个饭，一会儿见。下飞机了，一晚上没有睡觉，然后连续飞了3个小时。现在是温哥华时间，11:10，提前了20分钟到。我现在去拿行李。是一国一车的 Turbo 是吗？一国一车叫 Turbo 吗？开个。刚刚去史丹利公园转了一圈啊，拍了几个车的镜头，去了一下沙滩，但是真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可能明天早上早起吧去拍车的镜头。那无人机的话在温哥华这边好像不太能飞啊，因为又有禁飞区还有什么的。那我们应该是后天早上，也就是 day 3的时候我们会坐渡轮，就是把我们那台AMG 拖到这个船上，然后坐1个小时的渡轮到维多利亚岛上面，然后我们在岛上面飞无人机。那我现在要回酒店了，我觉得我太困了，带大家看一下我的酒店。